在锻炼身体啊，健身呢、啊。这好高，这我们全家最高，哎呀，好高好高，赶紧弄弄弄。白老师，快过来！你现在我喂你吃饭就算了，还要我过去喂你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吃起东西来不比猪猪的凶。猪猪现在知道减肥是靠克制。猪猪说我已经瘦下来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与森猫可奶，我是森猫。继上一次给老父亲和猪皮减肥之后，我们家猪皮已经完全瘦下来了。你看他矫健的身材。矫健。过来展示一下。小肚子也没有了，然后你脸也瘦了，双下巴也没有了。干嘛？嫉妒？干嘛？你自己没瘦，人家猪猪瘦了。反观你呢？你看你的肚子，啪啪啪。嗯。所以今天呢，老母亲给我吃了巨资。为什么要吃巨资？老母亲现在又在网上淘了一些能够在家里面运动的小玩意儿，给老父亲减肥，再不瘦就来不及了。其实我已经办了健身。你的健身卡已经多久没有用了？最后变成一张洗澡卡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吧，我挺感兴趣这个的。你妈发链接给我的。然后这个上面是站上去这样摇晃的。儿哥很感兴趣。健身分摸啥子？来，我们开一下机。不是好奇。说说，好嗨呀、啊，辉哥。有没有激光雨？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。断了，你都没摇起来，你的腰没有摇起来呀、啊，它要左右晃啊，左右左右，哎，对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猪猪来试一下，猪猪，虽然你已经很瘦了，哎呀，来，年糕来试一下，你含个球干啥？喜欢球球，猪猪的球球继承给他了，你捡哥哥剩下的玩具玩是吗？回回回回，并不喜欢。换下一个，这个应该还不错。白哥，把牙给崩断了。不是，你看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会会，这叫单打，卡住了分。乌鸦坐飞机。哎呦，不是哥干啥？那就锻炼我们的手臂的力量。乌鸦坐。分哥，来老父亲试一下。要把扎到。分哥来。哎呦，分哥，还打到了，干啥？哎呦，分哥好厉害。我稍微有点懵。快快快，老师。嗯，呆。哎呀，不要打到他的脸了，轻轻的嘛。I'm sorry。我要双打，来来来来，双打。球拿过来，你会不会打我？哎，你还行，抱球啊，你负责个抱球，不太行，这个人。还给你了吗？哎，干嘛？让猪猪试一试嘛，猪猪。我猪猪猪，哦，好猛啊，猪猪。哦，哇，猪猪好厉害。厉害！哇、哦，猪猪好厉害！想不到啊，猪猪。什么羞愧的走？小年糕，小年糕，要不要试试小年糕？小年糕都不懂。分哥还能玩？来吧，分哥，最后一盘。哎，这是分哥有没有接着球？分哥，分哥说我已经赢了。行吧，你赢了。就这样。下一个，这个是我那天在小区里面看到一个小妹妹，哇，玩这个玩得非常厉害，当她这样滚过来的时候跳起来，能看出来吗？哎呦，就是这个情况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让你跳绳。
啊，都干嘛，峰哥？好，怎么样，老父亲来试一下。老父亲，你的脚踝能不能卡进去还是个问题。来，跳跳跳跳起来，跟着节点，跟着节点。峰哥觉得你太蠢了，走了，峰哥都。哎呦喂！一点用都没有，高高，你看你爸真的是。哎，猫也该吃饭了。分儿想吃啥？分儿想吃啥？嗯？哎呦！不如山，不为三斗米折腰。哎呀，分儿分儿回来，是人家调调的。白了。你不饿啊？你给我的调调。芝麻开了，不客气。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